武器是有什么用呢？亚尔不知道他的技能呀，会不会弄？一个是加同一距离。想切换哪个切换哪个。哦。那是什么？只能有两个。你要把子弹打完之后，他会给你换一个，然后新的上来。把子弹打完？那个英雄服上吗？近战吗？有些东西。是吗？变态！那个散弹枪到十八级之后。 出点暴击装，你知道那个威力有多大吗？团长不能站一起开大，给你一个球啊，一啊，QA，基本上给两下就全部人没了，终极LE，你知道吗？后期很厉害的英雄，嗯，亚，我去玩去了。巨猛，我有些白给了。亚，我去，等会去研究一下。不是，一技能怎么打你呀？哦，对。 他 Q 好的比我 Q 游戏了呀！呀，老子下错游戏了！铁男 Q 他妈比鳄鱼 Q 快。 是我 Q 的太晚了，应该是。哎，我想他一级他妈这人上来怎么送我人头呀？开什么？没有。我随便杀他。他已经死了。哦？我没有，我跟不了。 呀，他妈的鳄鱼一级被他妈铁皮砍死了，我真的丢人，兄弟们，知道吧？对吧？生气了，出这个。
最凶了。我操！我这要是死了，我真的我退了。你很强呀，兄弟，你们。老子不给你他妈打的他妈了个逼，你在那装他妈臭逼。哦，没技能。别！来，给我进来，进来。呀哟，我这炮车没吃到，刚刚。呀，中路好肥，对面。哎呀，那个眼消失了，我想踢下了，这不。啊！啊，对，我踢下了。
你上路线吃一下。呀，破败是因为这个人瓦渔夫，所以我要做破败杀他。破败其实是很垃圾的组装。对。对面他妈这把后期很厉害，这阵容。上路没闪，中路能杀吗？这 AD 有控制吗？AD 有控制吗？什么控制？黑暗球，他开局的时候是三个球，前一枪可以 Q 技能可以完成快控制。哇，他这个闪战好厉害啊！有赢吗？呀，怎么还是跟大头一样的呀？他在他妈这个地方，我不想杀他，这波杀他亏，这波杀他我吃不了线。他们这把 AD 输出比较高，那我要去水银血。又他妈送双杀，哎，你们他妈的是给的妈怎么回事呀？那发了支付宝的吗？怎么他妈一直在死呀？还帮去上路吃线吧，我们下路去上吃线吧。
妈的，这版本鳄鱼没有龙刀 ，carry 能力不强，他应该打不过你吧？他没闪的。这里有眼，这对面的中单怎么办？我不知道，我没处理过对面这个中单。出装这么粗吧，出半肉的，我想了一下，我要赢，我要赢，我他妈不能看鬼畜，我要赢，我要赢，我一定要赢。小队友又他妈死了两个，零杠六杠零，零杠五杠二，绝对他妈的支付宝收了米的，我说真的。被打吗？不好打。我多赢啊。没事，他跑不掉了，他跑不掉了，他已经跑不掉了。对，顶，打龙打龙，别别回，别回，别回，快去龙，快去龙。没事，我回了已经出来了，很快的。他们中单他妈的垃圾英雄，打我打的无痛，我打他他妈秒杀。我出他妈振奋、蓝盾、血手，绝对不可能输的出装，出他妈这种吸星流大法。下一件就蓝盾，下一件就血，最后一件血手，他妈肉成皮性怪。他的装备打得过他，他的装备可以杀我们 AD。龙龙龙龙龙，我有大，这波又可以打。没听声了，龙打掉了是吧？要好肥，我操，这个他妈蜘蛛小法师这两个人的爆发，真的老子终极愤怒，这会儿他妈浪死一次就我就直接算我输。
拆塔，不给机会，他妈用力的拆，破败鳄鱼，攻速拆塔，中路也在拆，拆了给队友发信号，走走走，啊，走走走走走走走，飘子男爵。就给他两下他就死了，不烂，我可以杀你，但我不杀，因为我不会输。我不求赢，但我不求输。哎，刘哥，对。我操，这闪现交的，不过没关系了。你们打吧，我打龙不快，我推线去了。我好肥呀、啊！这姐姐摆出了攻速大大一刀，太他妈秀了！哈哈哈哈哈！这个他没了。他现在怎么走？他都没了，我把他赶过来，好吧？你要等他啊，走开，直接走开，不理他。哎哎呀，哎哎呀！呀，好肉啊！这逼一身护甲。还好出的破败，不然打还打不动。我想想，哎，锤子，人家来骂我。整个这个，兄弟们，真的好东西。主要不敢看鬼畜，知道吗？输了要看鬼畜。这把下路零杠两个零杠七的，哎，点错了吧？大招点到了。主要不想看鬼畜，就得很认真玩，就得认真出装备。啊，拆家去了，跟着兄弟们冲呀！我去！索然无味。好了，这不，从现在开始不说那个了，不说那个什么，不说那个输了看鬼畜了，打的压力太大了，你们知道吗？我都不敢浪，就玩的就不好玩。